大家好，我是班大帅，欢迎收看本大观家来观家吧。荣耀的蜘蛛啊，咒术舞女祭司前锋，这个阵容哎还挺不错的，这个阵容还挺不错的。这个阵容是有六起来的空间的，原因是他们如果是个四黑，队友之间能够进行交流的话，这个阵容的配合上限很高啊。比如说上来抓个咒术，这最理想的，然后穿洞啊，舞女八音阵支持啊，延缓这边荣耀的一个前期击倒速度。局势上面来讲，我觉得求者有的打。当然，这个就是配合上限高，不代表你那能配合得出来啊。荣耀这边上来，比如说快速三连加闪现，能够带走一个咒术，带走个舞女。求者这边进入到荣耀的防守节奏，哎，抓祭司其实也还可以，抓祭司也还可以。特别是赛季初，大概率对面四黑，那你抓个祭司，反正就动打掉了以后就能抓了。你万一不抓祭司，然后队友用他的动，还挺难的。这边蓄力往回绕。骗过来，好的，这手骗好骗，带了个金身，一连蛛丝，第二连动打掉，那这样的话还要利用这个蛛丝再来绕一波，第二连蛛丝一定连啊。这边的话因为角度上面来讲，三连蛛丝肯定能连上的，再加速补过来，一刀好流畅啊，这个蜘蛛 weird 六啊，再反绕一波三连蛛丝，没有闪现八音盒减速，这边蛛丝加速两连，一刀输啊！这个蜘蛛看得真养眼呐、啊，好顺滑呀！还挂地下室，这边的话还有蛛丝，可以挂个地下室，因为抓了祭司挂地下室。前锋这边的话只有撞旧，但这个距离感觉有点远，弹丝都，一连。位置前锋就能救吧，拉球了，来了，这里一口蛛丝吐上，金身想卡一个落地刀，那前锋这边得拉球进去，得前锋得拉球进去，没有能打出一个落地刀，有点可惜，但一口，哎呦我，没什么办法，没什么办法，这真没解呀！看到人了，先吐一口拦住，对，打一刀，哎呦，还肥胖流，你还让不让人玩游戏了？再来拦咒术啊！这边蛛丝两连绕过来吐，没吐中，落地刀蛛丝加速，落地刀再补，再来。这是这玩的是个啥呀，这是蜘蛛的宣传片吧，又想骗我玩蜘蛛，打成这副样子就又骗我们无知观众来玩蜘蛛了，我不信。三分钟四杀，你看这嘚瑟的脚步啊，打得好打得好，真的帅呀、啊、改天要不我们下期拜拜。